你看啊，这上海都是我的地盘，现在我向你保证，只要有我在，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。你那日说的话都不算数了吗？再瞒着我，不要再撇下我一个人。父亲，怎么突然信佛了？啊，我们徐家能走到今日，也是做了不少孽。虽情非得已，但我这心中始终是有愧的。我每日诵经素食，以求忏悔，即便是得不到世人的原谅，也求个心安。父亲，您大半辈子都在争斗，殚精竭虑，夜不能寐，要是这次下野能让您回归平静，倒也是因祸得福。当我知道你被裴军围困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富贵权势都是过往云烟，如果能保我儿平安，别说这督军之位，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，我也愿意。父亲，你先早点歇息吧，我还得回房抄经呢。少帅，大帅怎么突然信佛了？父亲变了。也许他并不是我想的那样。